的半边天。不同于男性在职场、在社会中取得的各种成就，女性在传统意义上来说，往往为了平衡家庭和事业，她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，才能够迎来事业上的丰收。欢迎大家来到 Yes Woman 系列节目之《女士我最大》，我是节目主持人艾梦萌。我们的节目将会邀请到12位不同领域的华人女性杰出代表，让我们来听听她说的声音。